升格人妻的雨山露面啦，摊丰田三日一起出席新节目记者会，首录大来宾还是才迎来男宝的威廉，这个组合已经太幸福了。我其实今天是当人妻的第三天，所以呢其实没有太大的感受，因为我现在的状况就跟交往的时候差不多，因为我那个结婚我有写说我第一天就跟他同居，所以到现在就是很稳定的状态。那今天早上呢我出门，因为他知道是我第一次担任主持人要录节目，他知道我很紧张，所以他又成为了一个很好丈夫的角色，就是稳定我的心情，告诉我说老婆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的，甜美。其实结完婚之后可能是经历生活的每一刻，然后你才会觉得哇这个人是选对，你看我第三天就觉得我选对人了，很不错，很明显就是新婚夫妻啊。我结婚你要报多少？六位数吧。六位数是破十万吗？不可能。如果没被诈骗的话我真的可以给你，但是但我真的刚好被诈骗。我跟你说他包红包算大方的哦，他来我婚礼的时候比张立东他们包的多多一倍。一倍？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真的啊，我觉得你是被骗。我很好骗。常常做了但并没有做的。还是已经有了？没有没有，应该有吧？没有。而另一边晋升新手奶爸的威廉也提到该经历的被喷尿过程，他已经遇到了。一开始的时候真的会吓到，就是你一换好尿布准备要粘上去，他就开始哇，就是 小水柱就冲过来了。我们毕竟是外景的嘛，然后我以为这是一个游戏关卡，然后我就嘿先闪。我看我老婆在上前，喂，没有，喂，怎么样？人夫就是尺度大啊。你什么时候结婚？你看你都没有话题耶。对啊，一夜景的没有哎，我真的完全不出门的。可是你不是去成人展吗？我跟你讲，他有花钱叫人家跳舞哦。所以如果是女优，你可以接受吗？女友？当然可以啊。哦，还是不行。择偶条件，千金，千金不一定，真的不用了。很喜欢伤口撒盐哦。我想要素人，我看片都是素人的。今天推什么？推素人。